thank <laughs> you 学大家好，欢迎继续来收看我们经济学下这个课程的讨论啊。我们今天要谈第三十四讲次啊，就是有关经济波动与景气循环的问题啊。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章的一个单元目标有哪一些哈。第一个当然要知道一下我们总体经济的均衡它是如何决定的。第二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当经济面临需求面冲击的时候。 那它对我们的总体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哈，那第三个要了解一下，如果是遇到供给面的冲击的时候，那么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又是什么？那最后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景气循环，什么是景气指标，还有所谓的景气灯号。哈，好，为了达上达到以上以上这些目标啊，那我们底下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讲次的章节的安排啊，我们这个讲讲次啊，大概有四个。 呃，四个节次哈，第一节啊，大概就是谈一下我们总体经济的均衡哈，在什么状况下是均衡的哈。那接下来就分别来谈一下总总体经济的波动哈。我们分别看需求面的冲击，还有第三节我们看一下供给面的冲击。那最后一节当然就是看景气循环与景气灯号哈。 好，在我们了解这个呃，我们这个讲师的主要内容啊，那我们在讨论这个讲师之前啊，有几个呃，帮同学稍微复习一下哈。我们可以在前面的一些讲师里面，我们发现了所谓的总和需求跟总和供给曲线的来源哈、啊。那我们这张所讲的景气波动、经济波动啊，哈，或者是所谓的总体经济均衡啊，其实就是透过所谓的总和需求。 等于总和供给，好，它所决定出来的物价水准跟产出水准哈。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总和需求而言哈，总总和需求曲线的来源是来自于商品市场的 IS 曲线，LM 市场啊，就货币市场的 LM 曲线哈。那至于总和供给曲线呢，它就是来自于要素市场均衡之下跟呃所谓的生产要素。 啊，生产技术水准所总和出来的啊，找出的所谓总和供给曲线哈。那我们在讲总和供给曲线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哦，有一个所谓简单的哦，凯恩斯的总和供给曲线是水平线哈。那古典的哈，总和供给曲线是个垂直线。那凯恩斯跟修正型的啊，总和供给曲线啊，它可能就是一个呃正斜率的曲线哈。所以呢，在我们接下来要谈论的这一章的内容里面呢、啊，那实际上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总和需求曲线。 跟不同的总和供给曲线啊，把它处理在一起，去看我们总体经济的均衡的一个变动的一个状况哈，好，那有了这个认知以后，我们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一节啊，我们来看一下总体经济的均衡哈。好，那我们可以知道哈、啊，根据我们刚刚的说法，总体经济的均衡啊，它有可能是怎样？它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状况。 也有可能是个中期状况，也有可能是个长期的状况。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总和需求曲线呢，好，跟我们的水平的啊凯恩斯的呃简简单凯恩斯水平的呃供给曲线交点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在短期下物价水准不变之下，哈，那这个均衡的这个产出会是什么样子哈？那接下来如果谈到中期的话，那么就是总和需求曲线跟正斜率的啊。 总和供给曲线的交点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中期的均衡。那如果是长期均衡的话，一般我们都认定哈，所谓的长期就是回到什么？回到古典学派哈，也就是回到所谓的古典学派是垂直线的时候，总和供给源是垂直线的时候，当我的总和需求曲线跟垂直的总和需求曲总和供给曲线有了交点的时候，那个就是所谓的长期的均衡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任何一个长期均衡。 理论上，它应该都是极短期哈，物价水准不变之下，或者是中期均衡哈，就是物价水准可以调整之下的一个均衡的点。也就是说，当我总体经济达到长期均衡的时候，那么它既是短期均衡，也是一个中期均衡的一个概念哈。这个同学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找长期均衡的时候，实际上。 这个长期均衡是透过不断的所谓的短期跟中期均衡所达成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呃，长期均衡的存在哈。那为了了解这个长期均衡跟短期均衡之间的关系啊，我们透过底下这个表哈、啊、来加以说明，同学可能会更加清楚哈、啊。好，底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总和供需模型哈、啊，在市场均衡之下的一个状况哈。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是总和需求曲线哈、啊。 A D 曲线哈，那垂直线垂直的 L A S 啊，这就是所谓的垂直的总和供给曲线，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古典学派的哈。那这一条水平线哈 E A S 啊，这一条我们可以看成看成是极端凯恩斯模型之下的总和供给曲线。那至于正斜率这条曲线呢、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凯恩斯模型或者是所谓的修正以后模型的啊，这个所谓的中期的呃总和供给曲线。那我们知道，如果你现在是个均衡点的话。 那么也就代表这个总和需求曲线呢、啊，一定要跟所有的总和供曲线都是交在同一点哈。也就是说，长期之下的均衡是 AD 跟 LAS 的交点。那可是这个长期均衡点，它既是短期的均衡点，也应该是一个中期的均衡点。哈，这个就是所谓的呃长期均衡之下。 好，那这个长期均衡啊，既应该是一个短期均衡，也应该是个长期均衡的一个看法。好，对这个所谓的长期均衡、短期均衡、中期均衡有所认知以后啊，我们这章要谈的是要谈什么？是要谈经济波动哈、啊，对整个总体经济的影响。那这个经济波动来源呢、啊，一般我们都把它称为 shock 哈，所谓的冲击哈，总体经济的冲击哈。那 很很很顾名思义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冲击啊，一定来来自于什么？要么就是来自于总需求面啊，就需求面的冲击；要么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供给面的冲击哈。所以呢，在探讨总和整个整整体经济波动的时候，那我们一般在讨论的 case 啊，这个冲击啊，一般就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需求面的；一般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供给面的冲击哈。好，那在分析之前，还是要跟同学强调一下。 任何一个经济均衡的这个冲击或改变，那一般来讲，它会有分为三个阶段的分析。一个就是短期的概念，哈，短期是指什么？是指物价水准不变之下，哈，同学可以把它看成什么？看成是个极端凯因斯的状况。第二个是所谓的中期的概念，哈，那中期的概念就是什么？就代表总和需求曲线，哈，跟总和供给人它会交在什么？交在正斜率的总和供给曲线上，也就代表物价可以调整。 可是这个调整并没有回到所谓的长期的状况之下，这个我们把它称为中期的概念。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长期的概念哈，那这个所谓的长期概念当然就是总体经济调就调整到什么？调整到总和垂直的总和供给曲线之上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短期、中期跟长期哈。各位同学在分析的时候，可能要抓住这个。 这个技巧哈，呃，整个分析才会比较流畅哈。好，那有了这个基本认知以后，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总体经济的波动哈。就第二节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需求面的冲击的这一块哈。那我们可以知道啊，需求面的冲击最主要的来源呢、啊，还是一样会来自于两个市场，因为总和需求的部分最主要就来自于商品市场哈，就 IS 曲线。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货币市场。 LM 曲线哈，所以就整个需求面的冲击啊，我们大概也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来自于商品市场的冲击，好，它会改变 IS 曲线哈；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来自于货币市场的冲击，它会改变 LM 曲线哈。好，那我们第一个例子啊，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如果是来自于商品市场冲击哈，那我们在课本上我们假设什么？我们假设现在如果政府的政府支出减少了，那对整个总体经济的影响。 会是什么样子哈？那我们可以在事先分析之前，我们可以有个基本了解，是说，当政府支出减少的时候，那么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很明显的总和需求量会减少，啊。总和需求量会减少，也就是总和需求曲线它会左移哈。那当这个左移以后啊，我们就发现啊，它会产生什么？它会跟原来的总和供给曲线就产生什么？会产生所谓的超额供给。那有了超额供给以后啊，在中期之下所 价格水准就會开始怎样，就會开始往下调整哈，价格就会开始下跌。好，那当价格开始下跌了以后，好，最后均衡的结果，好，价在中期之下，价格就会调整。那在长期之下呢，价格就会调整什么？调整更低哈，就會产出就會回到什么？回到充分就业之下的产出。啊，这个是大概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哈。从呃总和需求曲线、总和供给曲线变动，我们大概可以认知到。 啊，这个所谓的呃紧缩性的政财政政策哈，大概可能会造成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大概啊，利用图形啊来加以更深入的说明，我们刚刚这一这一串的这种机制是什么产生的哈？好，我们底下来看这个所谓的总体经济的模型哈，我们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哈。好，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哈，如果原来的总和供给曲线啊是 AS 零哈，总和需求曲线。 是 AD 零，好，那么均衡的时候，当然一定是也是在长期均衡跟短期均衡，也就是 AD 零跟 AS 零，还有长期的总和供给曲线交点会在同一点，也就是 A p o i n a p o i n 这一点，好，价格分别是 P 零，产出是 Y star，那在这一点之下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以产品市场来看的 IS 啊是在这里哈，IS 零，G of G 零的时候，这一条是 IS。 那 LM 曲线呢？LM 曲线是当价格等于 P 零，供给等 M 零的时候，这个 LM 曲线，也就是这条线。好，所以我们很明显的发现呢、啊，在商品市场、跟产品市场、跟货币市场均衡的 A 点呢、啊，它所对应的长期均衡啊，就是在 A* 大点，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最原始的均衡的状态。哈，好,好，那我们现在是假设什么？我们现在是假设有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那有紧缩性的财政策，很明显的，紧缩性财政策会使得什么？会使得 IS 曲线左移，啊，就在短期之下，价格不变之下，IS 曲线会因为啊政府支出的减少而左移哈。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图哈，它就会从 IS of G 0啊，它会左移到 IS prime of G one 哈，就会左移到这一条线来。所以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原来的均衡点哈，它会就会从 A 点哈移到。 B 点，那一到 B 点，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这是什么？利率下跌了，好，利率下跌了，可是物价水准并还没有改变之下。换句话说，在物价水准没有变动之下，好 G 的变动，哈，政府支出的减少支出啊，它会使得总和需求量啊，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它会使得总和需求量从 A p r o n 点，左移到 B p r o n 点来。 换句话说，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政府支出的减少，啊，在货币市场跟财货在货币市场跟财货市场呢，这个行为会造成什么？会造成利率下跌，啊，会造成产出减少，也就是说，的需求需求量减少。那么，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这个需求量的减少就会带动什么？就会带动总和需求曲线的左移。 所以呢，它就达到了所谓的短期的均衡哈。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看到，我们的短期均衡就是什么？就是从 A 点哈，A* 哈，A* 点左移到 B* 点来。这个时候呢，总和需求曲线就从 AD 零哈，就会左移到 AD one 来。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哈，政府支出的减少会让 IS 曲线左移，它也会带动总和需求曲线左移。 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几章所得到的一个结论的运用哈，所以这个部分同学如果还不是很清楚，可以回去看我们前面几讲的一个说明哈，可能就知道了。好，那短期到这里为止，那长中期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个中期的一个均衡。那中期的均衡是什么？我们提到过，所谓的中期均衡就是什么？就是总和需求曲线跟正斜率的总和供给曲线的交点。好，那它它这个这个调整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因为 现在啊，AD 曲线了哈，就总和需求曲线啦、啊，已经变为 AD one 曲线了，啊，可是呢，总和供给曲线还是在 AS 零上面，好，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知道，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这个市场产生了什么？产生了超额供给啊。那有了超额供给情况之下，我们根据价格理论，我们就可以知道啦、啊，物价水准就会开始怎样？物价水准就会开始下跌。 那随着物价水准下跌，我们就可以看到，从需求面来看，需求量就开始增加，好，它从 B 移到 C 哈。那同样的，从供给面来看，物价水准的下跌，它会让供给量减少，好，它会从从 A P 点移到 C P 点，而得到一个均衡的 P two 的点。那就供给量啊跟需求量的变动来看，尤其我们看一下需求需求量的变动，物价的下跌会使得。 啊，需求量从 B 平点会往下移移到 C，也就是说，整个的需求量会从 Y 减少到 Y one、Y two 哈？为什么呢？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在当物价水准下跌的时候，实质的货币供给会增加，所以整条的 LM 曲线、啊、就会右移到 LM 平曲线，也就是说，均衡的时候，它会从 B 点移到 C 点。所以在中期之下啊，在中期之下啊。 IS-LM 曲线它的均衡点会在 C 点，那总和供给跟总和需求曲线的模型它的均衡点会在什么？会在 P2 点啊，这就是大概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一个基本的想法哈，就是说如果从呃短期哈一直到中期，那它的整个调整的过程，那可是现在我们要谈的是说，那如何从中期调整到长期哈？ 这在总体经济里面是一个比较比较困难、比较比较需要加以说明的一个地方哈，因为当我们呃当我们看到哈现在一个短期之下啊它的产出是低于长期之下的充分就业之下产出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了解是说现在的需求水准啊现在的量啊需求量还是低于长期之下的量的。 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好，那么在这个价格之下，我们发现其实就长期而言，还是存在什么？还是存在超额供给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在中期均衡之下，劳动供给者、社会大众啊，就开始预期，其实价格应该要下跌才对。所以随着供给者、劳动供给者预期价格水准会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劳动供给者就会增加什么？增加他的劳动供给。当劳动供给者增加劳动供给的时候，其他情况不变之下啊、喔，就只有他因为他预期物价水准会下跌，而使得他的劳动供给增加。所以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要素市场，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么整个均衡就业量就会怎样？就会开始增加。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哦、喔，只是因为预期物价水准下跌了。 所以就会造成怎样？造成整个的总和供给曲线之后开始怎样？开始右移，也就开始增加。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知道，从刚刚的所谓的中期要如何要过渡到长期，那就需要用到所谓的什么预期的带有预期物价水准的所谓的总和供给曲线。那以刚刚的例子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因为刚刚的产出啊，刚刚的呃中期之下的这种需求量啊，这个均衡的产出啊，还是远低于。 充分就业之下的这个数量，所以劳动供给者他就会预期价格水准会下跌。那当他预期价格水准下跌的时候，他在要素市场的劳动供给就会增加，所以就会带动整个均衡就业量的增加。而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造成产出增加，总和供给曲线就会怎样？就会开始右移。这个就是所谓的带有预期之下的。 总和供给曲线的一个想法。那同样的道理，反过来，如果现在的现在的中期的均衡水准呢，啊，它的这个有效需求啊，这需求水准呢、啊，是远高于长期之下的充分就业之下的呃这个产出水准的时候，那当然大家就会很明显就预期什么？预期物价会怎样？预期物价会上涨。那当大家预期物价会上涨的时候，劳动供给者就会减少他的劳动供给。 进一步就会带动均衡的就业量的减少，那均衡就业量减少的过程当中，就会带动什么？带动总和供给曲线左移，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谈中级啊，从中层啊中中中期的所谓的均衡，一直到长期的均衡呢，那我们就要借助于所谓的带有预期的总和供给曲线。 啊，那有了这个基本认知以后，接下来我们就回过头来再看看刚刚的这个图形，哈。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图形是在什么？是在中期的均衡，是在西点。好，那我们很明显，这个西点的产出啊，这 Y2 啊，是低于长期之下的充分就业产出的。换句话说，大家就会预期物价水准会下跌。当大家预期物价水准会下跌的时候，整条总和供给曲线，短期的总和供给曲线就开始往右移。 哈，他们一直移动，移动到什么地步呢？移动到长期均衡这个 D P R 点的时候，就达到什么？达到均衡哈、啊。那达到这个长期均衡，我们可以发现哈、啊，政府支出的减少，最后在长期之下产出并没有改变。那这个一般就是我们所所说的哈、啊，在经济学里面呢、啊，我们一般有所谓的完全排挤效果哈、啊。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支出减少，啊，带动资金需求减少，利率就会下跌。 利率下跌的结果会造成什么？造成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支出减少，带动所得减少，效果啊，在长期之下，就会透过物价水准的改变呢，哈，造成什么？造成利率水准的下跌。 哈，造成私人投资的增加，而完全把刚刚所谓的呃政府的财政支出减少所产生的这个效果完全排挤掉哈，这个我们就一般称为所谓的完全排挤效果哈。好，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谈到的完全排挤效果的看法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步来谈一下，那如果冲击面。 啊，如果冲击面哈，它是来自于所谓的呃货币市场的话哈，那我们大概可以看看一下哈它的情况会是怎么样。我们直接透过这个图形来加以处理哈。好，一样哈，原来的均衡啊是在 AD 零、AS 零哈跟产期均衡交点的 A* 点。那以 IS-LM 曲线来看，当然就是在 A 点哈，IS 曲线、LM 曲线的交点。那现在货币供给增加了，会使得 LM 曲线啊，会右移到 L。 M L M Prong 这条曲线来，所以短期之下 A 点会到 B 点。换句话说，在物价水准不变之下，哈，需求曲线会从 A Prong 点右移到 B Prong 点，也就是整条需求曲线会从 A D 零右移到 A D one。所以，在中期之下呢，物价水准就会开始上升，啊，上升到 C Prong 点。同样的道理，长期呢，因为大家会预期物价水准会上涨，所以这个 A Prong 点。 啊，这个 AS 零啊就会开始左移，因为预期物价水准的上升，所以它会一直移动到什么？到 AS 三来，好，就是重新达到一个低通胀的均衡。那我们发现货币市场供给增加，最后因为物价水准的上涨，到造成什么？造成最后 ISLM 曲线的焦点没有改变。换句话说，这个就是我们最常。 常常常看到，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所谓的古典学派之下，哈，也就是说，如果 LAS 是垂直线的话，那么我们发现有两个很重要一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什么二分法，古典二分。什么是古典二分？也就是实质面归实质面，哈，货币面归货币面，这两个实质跟货币面彼此怎样？彼此不会互相影响。 好，这是所谓的古典二分。那刚刚我们透过刚刚看到的那个货币政策到最后啊，完全没有效果。好，它唯一的效果只影响到什么？只影响到所谓的呃物价水准而已。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货币中立性哈、啊。那所谓货币中立性就是说，在长期下，好货币政策啊对实质变数是完全没有影响的，它只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 名目变数而已哈，好，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哈，从呃需求面的冲击来看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再看下一节，我们来看什么？看对冲对于供给面冲击的影响哈，好，那供给面冲击的影响啊，一般来讲啊，它大概都是什么？就是透过要素市场。 好，去影响整个要素的供给、要素需求，而造成整条供给曲线移动的这种冲击，我们就称为什么？称为供给面的冲击。哈，那我们现在假设一下哈，我们为了只是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设一下要素数量增加了，造成短期的总和供给曲线右移了。哈，那对于长期的充分就业之下的这个所谓的长期供给曲线并没有影响的情况之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冲击。 啊，对整个总体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哈，那首先我们一样哈，我们来看一下底下这个图形哈。好，我们可以发现呢、啊，透过供给面冲击的时候啊，这个总和供给曲线呢、啊，就会从原来的 AS 零哈，右移到 AS one 来。哈，所以在中期之下，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它中期的结果哈，因为它没有一个短期效果哈，所以中期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它就会从 A prime 的均衡点右移到什么？右移到 B prime 的均衡点。 啊，就是所谓短期冲击啊，呃，供给面正向的冲击哈，会造成什么？造成物价下跌，产出增加。可是同样的道理，在长期之下呢，在长期之下，大家就会预期什么？预期物价水准会上升，所以总和供给曲线就会怎样？就会开始左移哈、啊，所以它就不断的从 AS plus 啊往 AS 零，原来 AS 零移动。那移动的结果啊，最后就达到什么？达到 AS plus 这一点，又重新回到什么？回到均衡，哈，物价水准哈，又回到原来物价水准。 啊，也就是说，整体的效果是没有改变的哈，这就是所谓的供给面冲击的一个影响的结果是这个样子哈。好，这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如果从供给面冲击来看的话，哈，那短期之下啊，就它没有一个短期，也就是说，它不是透过呃货币呃货币上或。 或者是所谓的商品市场所来的哈，它是透过所谓的呃要素市场所形成的哈啊，所以它只有一个中期跟长期一个结果。那同样的，在长期之下，哈，如果回到回归到所谓的古典学派长期的话，那么长期的均衡的所得都是不会改变的哈，它只会改变到什么？只会改变到物价水准而已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啊，我们就是来谈一下。 我们的所谓的景气循环跟对策灯号哈，好，那什么叫景气循环啊？所谓景气循环概念上很简单哈，它只是在阐述一个经济体系啊，它的在短期之下，它的景气的波动啊，就如我们刚刚说的哈，在短期、中期之下，哎，我这个产出有可能多，有可能少，物价水准可能高，可能低，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景气波动啊，景气波动。那什么叫景气循环？我们就说啊，在某段时间之下哈。 那我们这个景气波动啊，它会怎样？它会有一定的规律的形状哈，它有一个周期性。那这周期性我们就把它称为什么？就把它称为景气循环哈，称为景气循环。那一般来讲，这个景气循环大概我们可以发现呢，有好啊，景气有有扩张，可是有什么？有低迷的这这这个期间哈。那一般来讲啊，我们就把扩张的期间啊，可以分为说啊，开始复苏，好，一直到繁荣。可是经过繁荣以后啊，就开始衰退。 接下来就会萧条哈。好，那根据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看底下这个图形来加以说明哈。这个图形就是所谓的景气循环的周期哈。我们可以发现啊，一个所谓的景气周期大概就是什么？就是从一个谷底啊，透过高峰，再到另外一个谷底，好，就是一个 cycle 哈，一个循环啊。那我们可以发现，从一个谷底到另外一個谷底啊，它大概会经过两个期。哈，一个就是所谓的。 扩张期，一个是所谓的收缩期，哈。那这个扩张期啊，又分为两个两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复苏，啊，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繁荣，啊。那到了高峰以后，在整个收缩期的过程当中，它又又先有所谓的衰退期，接下来才是所谓的呃萧条期，好，又有一个萧条期，哈，也就是这个所谓萧条期。所以呢，就整个景气循环周期而言。 我们就可以知道哈，它是指整个经济波动的。那我们要什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是要告诉各位同学是说，其实政府啊有很多政策，这些政策在对抗什么？其实就是在对抗这个经济循环。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循环期间啊不要太长哈，不要一拉长五十年、七十年哈、啊。那拉长五十年一半、二十五年，那也许你生不逢时啊，你的年轻的岁月最最精华岁月都都在什么？都是在衰退期里面。 哈，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这个时间能够怎样，能够把它缩短一年，哈，把它缩短一点，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所谓变动的幅度啊，哈，从谷底到高峰啊，它的差距，所得的差距啊，不要太大，哈，不要太大，让人们比较没有什么感觉，哈，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那我们一般的政府的政策大概都是在对抗这种所谓的景气循环，哈。好，那景气好坏我们怎么去判断，哈？那一般来讲我们就有所谓的。 景气指标哈，有景气指标。那一般景气指标啊，大概可以分为三类哈。一个是所谓的领先，一个是所谓的同时，一个是落后。所谓领先是说，你看到这个指标啊，你就可以预测我这个景气会变好或变坏，好或变好或变坏哈。这一般来讲，是，比如说你有一个新的订单呐、啊，好一些订单的指数这些如果增加的话。 那你就可以预期到景气会变好哈。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同时指标哈，也就是你看到这个指标的好坏，你大概就可以判断现在景气是好还是坏哈。例如说用电数啦、生产力指数等等的哈。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落后指标哈，也就是说等景气过后以后啊，那你看到这个指，你才会发现啊这个指标变坏。例如说我们常常看到失业率哈、啊。 失业率都是什么？都是景气已经变差了以后，好，那事后呢，我才会发现啊，企业都解雇了员工哈，这就是所谓的，呃，落后指标哈。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景气灯号哈。那所谓景气灯号最重要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哈，它大概有包含五个灯号啊，一个蓝灯啊是衰退的，红灯是景气。 好的哈，就过热的状况，绿灯就是一个最适的一个状况哈。好，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这一章哈最主要谈的一些内容哈。好，那今天基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讨论到此，好，再见。